第22天，挪开撒旦作为，还有那撒在荆棘里的，就是人听得到，后来由世上的私欲、钱财的迷惑和别人的私欲进来，把道挤住了，就不能结实。天父，求你在我的亲友生命中掌权，使我的亲友对福音有良好的反应，坚定我的亲友对主的决志。求主将一切世界的私欲、钱财的迷惑、个人的私欲等挪去，没有任何环境、诱惑或错误的思想、观念、言语可以使我的亲友离开主的福音。我的亲友的心要完全被主掌管，求主掌管我的亲友的心思意念，一切自我的思想、骄傲的言论、世界的价值观和想法要完全从我的亲友生命中除去，使一个新的属神的价值观、思想、生活方式在我的亲友里面成型塑造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